始。你们看，怎么那么多死鱼呢？哎呀，这鱼还怎么钓啊？哎，这金牛坝不是宣称没有污染吗？这怎么那么多死鱼呢？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远处那么多死鱼呢！哎呀，是啊，真的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湖里的鱼大片死亡。金牛坝我们找到什么证据？环保部门如果故意不说，金牛坝下水受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。我同意这么说。三天后就要竞标，在这里竞标。夫人，具体情况，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项目的价值啊！董事长，不是我危言耸听，这个时候出这种项目，肯定有人搞破坏。我认为有两种可能：有人想和我们竞标金牛坝，但又不想花太多的钱，于是就搞出了这个死鱼事件。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放弃竞标，从而以低价拿到金牛坝。第二种可能就是有人为破坏的因素，因为我们早就放出话去了，要联合嘉泉地产、国王酒店和天灵药业一起拿下金牛坝。那样它的广告效应和社会效应都会非常的好，在建北根本就没有竞争对手，在竞标前发生这样的事，我估计对方的目的不是要拿到这块地，而是要搞臭它，让我们到手的地大大的贬值。金牛坝工程绝不能放弃。去别的地方，对不起，董事长没有告诉我。好，谢谢。我想跟董事长陈建国先生，嘉泉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张嘉泉先生，天灵药业的董事长马天林先生。您能解释一下环保开发和公益开发的概念吗？让陈建国先生来回答你的问题。所谓环境开发，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环境，不计太多的人为添加更多的因素，让房子融入景观。在公益开发方面，我们已经承诺，一旦我们拿到这块地，我们将向全市的百姓提供20万。国王酒业，对，我看到陈建国董事长正在接受记者的访问，他是不是去电视台了？不是，这是两天前的录像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
陈。请问一下，您认识他吗？见过，913是陈建国先生。今天你见过他吗？不大记得了，早上上班的人多，有可能我没在意。他是有专车接送的，人家可是个董事长。请问您是？我是他女儿陈默，我今天刚从美国回来。哦，陈先生的司机啊，是不进门的，出去肯定从这儿走。你好。你好，耕能集团董事长办公室。我找你们陆耕农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有事出去了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是陈建国的女儿，有急事找你们董事长。哦，真抱歉，董事长去金牛坝湖区了，我们也联系不上他。金牛坝。今天谁接电话都不接。传言说，湖里出了
就是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？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不过目前我们正在配合公安局的同志调查情况，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线索。陈大哥在吗？他不在，我是他女儿陈默。您是？我是来打扫卫生的。陈大哥他去哪儿了？我也正在找他呢。那谢谢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既然我爸让来打扫卫生，那你就进来吧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对不起，其实我跟你爸爸早就认识了。前段日子我们家遭了小偷，把证件啊、存折啊都给弄丢了。我回家乡补了好几个月才给补齐了。你爸爸是个好人，他又怕我不懂，所以就在银行帮我办了一个保险箱，好让我放东西。保险箱应该在银行啊。是啊，可是钥匙在你爸爸这儿。哦。找谁？我是法尊律师事务所的，是皇都酒业的法律顾问万大可，这位是你们国王酒业的法律顾问贾宇峰，后面两位是公证处的。今天我们来啊，是有些关于法律上的手续问题跟您谈谈。我爸不在家，你们找我没用。根据法律，陈建国如果今天逃匿，我们有权查封他的房产和公司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不是开玩笑，你爸的公司破产了，三天以前我们就要接管他的公司，他的房产也在接收之列。今天我们本来是到他公司去接管他公司的财务，但是听说陈建国逃走了，所以我们来提前查封他的房子。请看这个。可能老陈他能出这事儿？他让我回国来看热闹吗？具体的情况跟你们的律师贾宇峰谈谈吧，因为他是你们的法律顾问。现在我们要查封这所房子，这个你仔细看看吧。陈小姐，我可以进去登记一下财务吗？躲债去了，我也这么想的。那他不应该瞒着我呀？他跟您联系过没有？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呀。你不相信我吗？
您不是我爸的法律顾问吗？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！当然，当然相信。这是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时间，在死鱼最多的那片水域钓上来的。钓的，怎么会钓得起鱼来？你说这么多活鱼，水应该没问题吧？如果水里有毒的话，那鱼不全死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董事长说的完全正确，这是刚刚出来的化验报告。那些湖里的死鱼都是遭强电流电击而死，没有一条是被毒死或是污染致死的。而且根据鱼的进食情况分析，水产专家也认定他们不是金牛坝湖里的鱼，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。公安局对此事已经进行调查了。你们媒体怎么看？台里认为这是热点新闻，要求做深度报道。好。贾律师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爸的公司为什么会垮得那么快吗？本来不会这样的，不过你爸在一年前把所有的现金都入股到耕农集团，公司只剩下一个空壳了。黄都酒业资金雄厚，不到一年时间就打垮了国王酒业。这些我怎么从来都没听我爸跟我说过呢？程总可能是怕你难过吧，生意上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。你最后见到我爸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我们在办公室商量破产抵押的事情。那这合同是真的了？是真的，不过据我所知，陈总借给陆工农的钱已经算作入股，他已经是耕农集团的股东了，估计可能占13%左右。这我不关心，可我爸到底去哪儿了呢？那我也不清楚。哎，你可以去问问陆耕农董事长，他们关系非同一般，你爸有任何事情他都应该知道。 OK， 谢谢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请你再查，我们再查找你爸公司的一些合同，我们不知道他放哪。这个房子你们不是已经查封了吗？那跟我还有没有关系？我可不能一直陪着你们吧。要搜身吗？那我就先走干的事情。您作为开发金牛坝的公司总裁，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？我只想说一句话，谁想弄脏了金牛坝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好戏还在后面等着他们，走吧。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搞篝火晚会，把打上来的鱼免费烧烤，请大家品尝。
热爱金牛坝的市民都可以来参加。陈小姐，来，请坐。你认识我？我们这边说。我和你爸爸是朋友，所以我见过你的照片。那你知道我爸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爸出事了。接我，我回到家时门开着，早餐放在桌上没有动过，洗衣机里面还在洗衣服。可我爸不在家，我问保安，保安说他不记得我爸有没有出去过。更可笑的是，黄都酒业的人说我爸外出躲债逃命了。他们说要把公司做抵押，现在正在查封我的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一直联系不上，这就是我今天的遭遇。小妹，这件事情在咱们眼皮底下完成还不被发现，只有一个解释。你爸是故意。我不明白我爸他为什么要故意呢？我想你爸是为了帮我，因为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坐吧，小妹。放心吧，小妹，你爸爸做事是非常稳妥的。我相信24小时之内他一定会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好吧，我不会原谅他的。我在飞机上，我一直就在想，见到他我该怎么躲开他的拥抱。他身上烟味太浓了，我不想让他抱。可他不见了。小妹，在我和你父亲交往的历史中，他经常上演这种不辞而别的故事，可每次呢，总是带着充分的理由和圆满的结果回来。放心吧，小妹。您最近一次见到我爸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我和你爸爸还有你家权叔叔、天林叔叔，我们一起研究了土地拍卖的方案，打了会儿麻将。放心吧，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个惊喜的。小妹，还没吃饭吧？那你知道咱们建北哪家酒楼的饭最好吃？根农大酒楼，不二之选。小林，你陪小莫先去吃饭，我还得处理一些事情，咱们晚点见。跟老叔再见。再见。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
事儿？小云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医院呢。啊，我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哎呦，小云，我什么都不问，你也不用说什么，回来就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谁对我怎么了？答应我，我希望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不许想不开，好吗？你说我自杀？我们俩好日子才开始，我才四十出头，我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你是说有人谋杀你？我不知道，我你们在哪儿找到我的？啊？在码头边的小船里，没事，你慢慢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告诉我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正在家里做饭呢，后来他带着两个人，那两个人我不认识，我刚想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他就拿个东西在我面前晃了一下。我就晕了。他是谁啊？他就是你最好的兄弟。最好的兄弟，建国，陈建国，就是他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你是谁啊？他是谁？我陈建国的女儿陈默。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我是在国外，没错。可我今天一下飞机，一会儿有人跟我说我爸公司破产了，一会儿我家又被查封了，现在你跟我说我爸杀了你，凭什么这么说？怎么可能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就是他干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爸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接受不了。我爸怎么可能杀你呢？就是、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就是他干的。以薛云老师的身份，应该不会乱说话的。不管什么人、什么身份，说话都得负责任吧。耿总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，是不是应该赶紧报警啊？小云，我觉得建国没有任何动机这样对待你。这样，等咱们把事情弄清楚再说，实在不行再报警，好吗？那你应该相信，我跟你讲的全是实话。我相信你，只是这几天的事情实在太蹊跷了。先是死于，接着是建国失踪，再接下来发生了你的事儿。我想咱们大家实在承受太大的压力了，必须要克制一下。他不是失踪，他是跑了，躲了。我知道，给我几天时间，咱们冷静冷静。那我听你的。我爸杀了他，可我爸现在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小关，薛云阿姨受了那么大的刺激，能理解一下。也请她理解一下我，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我刚回国。他劈头盖脸就说我爸杀了他，我也不能接受。我想这里面一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，但请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。但我们都冷静一点，好吗？段东叔叔，既然你说我爸是你最好的兄弟，那你告诉我，他有什么理由去杀害薛云阿姨？小妹儿，这么多年，你爸确实帮了我不少。
我相信，他即使杀了自己，也不会去杀雪云的。我要去现场看一看。不会，找好雪云老师。走吧，小妹。就是在这儿被发现的，对，就是在湖里的小船上。这什么呀？是你的前妻吗？小林，今天是几号？3月19号。3月19，夏言的近视，10年了，整整10年了。死于事件，雪云自杀，建国的失踪，这全都是冲我来的。这个人来头不小啊。那我爸，小莫，我会全力以赴寻找你父亲。你现在就回去收拾行李，搬到工农大酒店。林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24小时陪着小莫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还有，雪云自杀的时间，除了我们三个，只有五妹知道。但是这件事只能我们三个知道，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，包括雪云老师。明白了吗？房发现什么了吗？小燕，建国动手之前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比如说谁的名字？没有啊，他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小燕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你别走，我怕建国那一伙人就追到这儿来。爸，陪我好吗？啊，把它喝了，喝了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哦，陈小姐回来了。东西已经查封完了，您的私人物品可以随时取走。
掉下去了。你在这儿看着车，我在上去拿东西啊。是大哥，你要方便面了？方便面？没有，弄错了。搞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小丫头好像是陈建国的女儿，是吗？是，肯定是。看看，好。天很高，那是天真，那是梦想和梦想是两个相残的根。那是情很重，是一起的守住情深。当彼此在路上默然回首，才发现岁月留痕。那是天真，那是天很难，那是盛开的心事一凋。梦醒时分，那是天真，那是心很重，那是熟悉的路上无尽走走，陌生的人。
爱的心事已凋零在梦醒时分，梦醒时分，那是天真，那是心很重，那是熟悉的路上无尽走走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人。